我们是谁呢？我们就是。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呀，这个 PPT。哎呀，好苦啊！我们希望通过努力的奔跑，成为中国部分地区知名男团。二，我们是成团已经一年。真的太好笑了。可能还有一年就要各奔东西。严肃点。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快乐的 S。我们是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在，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有真心这代人。我们就是 R1SE。 哦，是 R1SE， 是这样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《绝无大小》。绝无大小，希望我们能全力以赴追求心中的梦。彩虹之光，太土了，太接地气。以前做 PPT 一定要那个特效转来转去那个，可真是冲浪很快速的一代青年。所以他们演的是什么歌啊？绝无大小。